今日说大家平安，平安。啊，咱互相请安，互相啊，恭喜你恭喜吼。啊，感谢主吼，今年是这个啊，今仔日啦，哦、啊、是今年的这个啊第一日，啊也是咱的第一主日。哦啊，今年咱的这最后一日嘛是咱嘛是主日吼、哦，啊所以咱今年有53礼拜，哦通常是拢52礼拜吼、哦，啊今年较特别，我最后这第一日甲最后一日吼拢、哦、是主日礼拜，啊所以感谢主吼、哦，啊所以伫今日在啊牧师就是要透过啊伫古只咱今日有咱所读的这两段的这个经节，啊咱做来思考啊是这个生命换温度的这个啊这个主题。哦，因为透过一个这个部分，哦，互咱也感谢主，因为过去哈，咱拢较固定，哦，就是伫这三四月，哦，较接近伫配合咱的这个过活节，也是讲伫这个十月时阵，啊，咱到会适合的这个主日，啊，咱来安排啊这个设立，啊，过咱也看见上帝祝福，啊，伫咱来更加来认真来推动啊，伫这个幸福小组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顶面。啊，上帝啊，安尼随时啊，一直啊，将这人啊来加添伫咱的教会啊，所以也感谢主啊，伫咱去年教会吼，咱、啊、的这个无论是透过两个小组啊的这个锻炼，还是讲啊，大家为着家己的这个兄弟姊妹，还是咱亲人朋友，还是讲咱的同事、咱的同学啊，为着因安尼来彼此的祈祷，我上帝安尼安排啊，所以咱也看做如何啊，若无好。等到四月半，安尼阁过三个月去，吼、哦、啊，所以咱着特别啊开始对今年开始啊，咱着安排。那有人已经准备好啊，伊着即个要来洗礼啊，也已经啊，咱也看做伫即个因传播啊，即个过程，甲伊若真清楚即个信仰话啊，咱着随时来安排啊，伫即个洗礼，互伊来讲来进啊，加做啊，伫即个信仰的即个大家庭内面。啊，当然，有关的这洗礼啊，咱嘛是啊，搁一遍来清楚来了解，为什么这洗礼啊是遐尼重要？啊，当然，若是要了解话，吼、啊，咱搁转来到底咱原本啊，伫这個信仰的这内面啊，为什么有这个洗礼，有这个有这个圣餐啊？所以，我所以也大概吼、啊、先啊，甲咱分享来讲，伫这个原本伫咱的基督教内面，原本是7项的这圣礼等，哦、啊，有7项的这圣礼等。因为咱知这个圣礼顶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礼拜，所以咱称做这个圣礼顶，是因为透过无同这个形式来表示这个特别的这个意义。啊，所以目前犹原伫这个天主教这个希腊正教因有犹原以前有7种的这个圣礼顶啊，这7个圣礼顶就是包括有洗礼跟定礼圣餐礼。婚礼、各阶礼、受祭礼以及临终的这个割礼啊，等等啊，因各有规依持这7项的这个圣礼等。不过，咱伫圣经内面咱当咱明白了解时阵，咱发现，其中对耶稣基督亲自示范主耶稣亲自来带领的这个圣礼等，是用这个救赎福音真理。加做一个上顶的一个记号，内面只有洗礼甲圣餐，只有洗礼甲圣餐。所以伫咱遮规正教会，咱呾就遵守这两个即个圣礼顶个定。所以对即个16世纪即个宗教改革运动了后，咱基督教基督教即新教，咱将其他5项遮咱呾讲吼较繁杂的即个仪式，咱呾废除。啊，保留目前啊，那个以前的这个洗礼以及圣餐的这两个这圣礼等啊，所以透过伫这两项的这个仪式，透过这两项仪式，吼，予咱看见这两项仪式实在是真重要，真重要，因为基督咱基督信仰2000多年来，无论是任何这个原因，将来唔捌来献立献立这两项的这个仪式，将来无献立过。啊，所以透过伫这部分，互咱更加清楚来讲，这个洗礼就是一种表示，表示什么？表示咱要来洁净家己，来上顶，我是要来归属上帝，强调我的性命的一个更新，
也透啊教会，也透过这个啊水的这个洗礼啊，将啊要来啊伫上帝甲圣人的面前来承认家己信仰的人，而且透过这个水，也透过水耶稣的宝血，予咱来得到洁净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回应啊，对着上帝听的这个回应。最下面啊，咱要做来啊，做来思考。第一点就讲，为什么我要来进入伫这个大家庭？我要来认捌这个耶稣，为什么我着需要来接受洗礼？为什么？所以咱大声着爱来讨论，就讲信耶稣人，为什么我着爱来接受洗礼？是因为啊，我的是厝内面，我的亲戚是我拢是基督徒啊，所以我着到这个会，我着一定爱洗礼。是因为安尼，也是讲我对伫这个信仰，对伫主耶稣的这个认捌，是我家己啊真正甲上帝相对，我真正去追求，我真正确保，然后我得到这个信仰。啊，这只有真大这个差别啊，所以互咱看见讲，其实伫咱的这个平常时。咱有真侪人，伊是真爱来教会，真介意来教会，也愿意来相信耶稣，也愿意来接受上帝的祝福。唔过呢，却一直无愿意来接受洗礼。啊，伫咱的话啊，兄弟姊妹，啊话啊，咱的朋友也有缘啊，都有安尼的这个啊，有安尼这个态度。因真爱来教会，唔过就无愿意来洗礼。哦，因感觉讲，我只要心内我若相信，哦比什么更加重要。哦，所以有到底有洗礼无洗礼，哦，这可能是这是次要的一件代志，哦，这是次要代志，哦，所以其实吼，这阵那亲像吼，就讲真侪少年人会问讲吼，为什么两个互相相爱的恋人，哦，男女朋友，为什么就需要结婚呢？为什么两个三一个三意爱，为什么一定爱来结婚呢？为什么在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互相三爱这个恋爱恋爱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吗？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这样而已吗？为什么还要透过婚礼在正人的面前我还要宣誓说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做家做红子哦，你们不可以在这个里面来请菜，你们要尊重我们两人彼此在上帝和正人的面前的这个立约和这样的这个誓约。所以在这个里面也让我们看见说，当他们这个少年人有这样的观念的这个思想的这个时候，反倒转我们要来问这些少年人，跟他们说，既然你是互相相爱，互相相爱，是讲为什么你安尼一直恩情无想要来结婚？为什么无要伫上帝甲正人面前来结婚呢？为什么无愿意伫正人面前来表达恁想要以后吼，而且永永远远要徛起做伙，用彼此相疼，彼此和睦，彼此相扶持。一直到老，一直到离开这个世间，一直到伫主耶稣掉的时阵，然后才安尼来离开。为什么恁无愿意来做这种的这个誓约呢？敢是讲担心这若是结婚了后，哇，可能这离婚更加麻烦。结婚可以较简单，不过离婚可能更麻烦。啊，是讲担心这个结婚了后，哎，会拄到更加水的查某囡仔，可能会拄到更加有钱的查某囡仔。啊，可能因为安尼，哇，所以大家反悔，大家后悔，早嘛卖安尼，早嘛卖让这个婚姻来给我束缚。敢是有个人会因为安尼，会这个期待，还是讲这个错误这个观念，所以比较无愿意来真正透过这个真正这个爱情，真正这个互相三点彼此三扶持，然后在正人面前的这个婚姻的这个誓约，的这个仪式，然后来进入在这个正式受祝福的这个婚姻的这个婚姻内。所以同款就是讲，既然咱若愿意来相信耶稣，为什么咱无愿意来透过伫这个受洗礼的这个圣礼顶，伫正人面前来表现，来表达我愿意来接受耶稣，为着家己真做主耶稣，真做我性命的救主，愿意将家己的性命的这个主权来交予上帝。我想这个讲吼，真做咱真好这个时刻。为什么我即摆到底是咧求助什么？我到底即摆伫言承心？我到底即摆是有啥物阻挡伫我头前？我何我无愿意来受洗礼？
哦，所以各有啊，为啊为人可能会认为讲啊，虽然知讲哇好啦，信耶稣真好，信耶稣真好。不过吼，当因想着讲啊，我若受洗了了，我若吃做基督徒了后，哇，搁有真侪，那亲像真侪代志，以后我就无法度做，真侪想无想要做的代志，我却爱来做。哦，不想做的却要做啊，然后想要做的却不能做。哇，所以有的人会在这里面大家开课，有的人在这里来担忧，他们会觉得说那是有上帝在他们的身躯边，哦，减菜这样哪真无自由，哇，啊，一个人啊站在边啊，我要做这较好，哦，啊，我若要想那这较好，哦，我感觉讲哦，哇，真多这束缚在这里里面，哦，所以啊，若在这中间也罔放弃。如果咱若在这里面，那亲像哇，我甲上这个上帝。甲这个信用，我来保持啊，保持一个距离啊，所以咱亲像咱咧开车同款，保持距离的安那，以这安全哦啊，所以上帝，你莫操遐济，我有来礼拜，安尼就好啊，有说咧无说咧，我有真做啊，这个教会一份子无啊，这拢不要紧，不要紧，保持距离，以这安全啊，所以吼，就一直无愿意来受洗咧啊，所以伫这个内面啊，其实咱嘛爱来了解啊，咱来明白来讲，因为如果咱若要甲上帝来保持安尼距离的话，安尼另外一方面其实是啥物？就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我无愿意甲魔鬼来分离，我无愿意甲魔鬼分离。为什么？哇，牧师啊，我只是无要洗礼尔尔，为什么？就是表示我甲魔鬼无要分离，因为咱知影分别为圣，分别做圣啊。所以，伊这个世间是属于魔鬼的。啊，不过当咱啊属于上帝，咱就是家己正人甲上帝面前。甚至在魔鬼的面前，该讲我今仔日是属于上帝啦，你无法度过来挑战我，你无法度过来攻击我，因为我主耶稣扛了去。啊，所以坚持来宣誓，我就是属于上帝啦。啊，所以当然，伫这内面，咱也看见哦，魔鬼撒旦伊嘛是安那，嘛是想尽办法哦。你虽讲说你啊，唔过吼，我嘛依然要想尽办法要来甲你欺骗。唔忘你后，佫有一日佫来离开上帝，所以这嘛是上啊，这魔鬼一直想讲要来控制咱的性命，所以咱更加爱持守、爱坚守伫这个啊，伫这个属灵这性命的这内面啊。所以咱现在伫咱的这生活中，咱有真侪拒绝上帝的这理由，也是讲无愿意受洗礼的这理由。其实咱若好好来想。好好来思考，有时阵检测，咱会感觉讲慢慢来分析，其实这毋是真合理的这代志。为虾米啊？我为虾米要安尼来拒绝？哦，所以伫遮我来看去，上帝啊，就讲上帝，伊要透过圣经来甲咱讲，遐个有教伫教会来参加聚会，也相信上帝来接受耶稣的，毋过无受洗的人，佫无法度来算做是基督徒。所以，一般的，咱若是要吃水基督徒，其实有三步，咱爱来做。有三步，咱爱来思考。第一步是什么？第一讲，当上帝予咱有机会听到有关的耶稣的这福音的时阵，若是咱愿意相信，你来回应上帝的方式，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决志祈祷。啊，就是决志祈祷，上帝来承认家己就是一个罪人。而且愿意相信耶稣，接受耶稣真做你性命救主。哦，这是第一步。第一步，如果我若无承认我是罪人，安尼就无需要耶稣。因为主耶稣为着咱定死伫十字架顶，就是要来洗净咱的罪。所以如果我若敢讲我也无罪，啊，我若着爱认罪。啊，所以伫这相对这个这顶面，我若无需要认罪，当然对等来说，就是我无需要主耶稣。我知影你这个人也好啊，不过我无需要将我性命交托伫你的内面。啊，所以伫这个中间，我讲，这决志祈祷是这第一步。第一步，啊，所以当然，这要认为讲家己是一个罪人，吼，检测吼，无凊彩人讲，我是一个罪人。尤其吼，保罗连保罗讲吼，我是一个罪魁中的罪魁，啊，我是罪啊罪恶当中吼的头一号。啊，就是这个魔鬼头，哇！所以伫这内面，咱看见，就是看见家己的这个无够业，看见家己的这个误会，啊，所以需要主耶稣的保护来洗净咱。所以第一点，咱看见就是爱决志祈祷。接著第二步是啥物？就是爱参加洗礼。爱参加洗礼，
伫圣人诶面前来表明咱要真做基督徒。虽然伫即个罗马人书第十章吼，而且伫遐虽讲讲，只要咱口里相信啊，口里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心里相信上帝的大能已经互耶稣基督对死人中复活，安尼咱就一定会当到伫主耶稣，得到主耶稣诶即个救恩。毋过，咱若搁来思考，搁来查考其他诶即个圣经章，咱就会当看见，其他诶即个圣经章无那无另外一个角度诶即个强调，就讲咱必须大家是透过洗礼，才有法度成做一个真正诶一个基督徒。所以下面牧师有透过三段诶即个经章，互咱做来看。第一段是伫即个马可福音，马可福音诶十六章啊，第十六节，好，十六章诶十六节。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讲话，信来受洗礼的要得着救，唔信的要受定罪。所以信来受洗礼的要得着救，吼，伫遮有讲吼，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然后伫这个加勒太经书三十第三章二十七节，加勒太经书第三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叫讲。因为恁既然受洗礼来入基来入基督的，是捌潜基督。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所以可见伫这段经常讲，我若无接受洗礼，我就还未归入伫耶稣基督内面，我还没有属于基督，我还没有属于基督。我还是在门外，我搁感觉伫这个门外在徘徊，还是讲虽然我有进入伫这个家庭，不过我一直搁真做一个人客啊，听，我唔是真做主人，我搁是人客，唔是主人。然后你来咱也看这个伫这罗马人书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四节，伫遮也安尼甲咱提醒讲，罗马人书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四节，第三节咧讲。也毋知，咱既然捌受洗礼来入伫基督耶稣的，是受洗礼来入伊的信。所以，咱既然对洗礼来入伫伊啊，来入伫信，甲伊同埋做，是亲像基督对父的恩光，对世人中个我，也要予咱安尼行伫活命的新款。所以透过伫这段经章来看，受洗礼其实有真多真重要的一个意义。所以咱是透过洗礼，然后来显明咱甲主耶稣基督呐同等性格。咱作为来甲主同死，不过咱也甲主耶稣来同埋做，互咱会过去所有这罪恶，咱的所犯的这一切，甲主来作为来埋葬。予咱伫上帝面前，成做一个一个新款的人，成做一个无罪人，也予咱会当得到主耶稣所收束迄个羔羊的一个永远的一个性命。不过完成这个洗礼了后，这步，这是第二步，拄则有讲吼，第二步就是这个参加洗礼。不过这个第二步结束了，咱阁继续爱要怎样？洗礼了，安尼就好啊嘛，安尼嘛阁无够样。当那亲像我今日去学校，我注册啊，我是福山国中的学生啊，敢是安尼就好？我敢是嘛爱去上课，我嘛爱好好来听课，我嘛后透过真济即个活动，会当只真正来熟练迄间学校的一份子，安尼才会感受着，我毋是单注册交拿钱安尼尔尔。我真正感受到，我就是这间学校的一份子。所以，当咱设立了第三步，咱有缘爱尊谈的讲，我会加做一个实质上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最后一步是啥物？第三步来讲，照着圣经的教示来过生活，依循圣经教导过生活。哦，这是第三步。我设立了，我阁继续爱向前，爱跑走。向前来迈进，我继续来敲锤，就是信仰，予我会当来得到智慧的心。所以透过伫这照着圣经的教示来过生活，也就是讲真正予耶稣基督成做咱生命的主，照着上帝所欢喜的这生活，咱来的这个方式，咱来过生活。所以也咱来固定来参加伫教会的这个聚会，这礼拜。也来踊跃来参加伫教会的即个时间，互咱会当来活
活出基督的这个生命的含义，互咱会当受造就，啊，互咱对伫圣经一脉，对伫上帝一脉，啊，对伫也透过服侍，甲兄弟姊妹彼此的这一脉，成做一个合一的一个见证，互咱真正会当成做一个实质上的一个基督徒，毋是只打一个挂扛棒的一个基督徒名声。不是一个招牌基督徒而已，实际上我就是基督徒，是基督的信徒，是军队主耶稣的人。所以当然在这里面也让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说在这刚才在这个顶面这三项这个三个步骤，只有洗礼是只有洗礼这个部分是要靠咱自己，咱无法度来完成，要靠咱自己无法度来完成。我是基督，你自己咱来决定。我若要照着圣经甲神来过生活，我咪当照着我家己甲上帝所立的约，我咪当来做。不过参加洗礼，哇，参加洗礼，这得爱伫正人面前甲上帝面前，做伙来完成啊，这个真重要的一个仪式。所以这予咱看见，这是共同参与，共同参与的一个真重要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当然一般点咱看见，当咱在做这个国事祈祷的时阵。咱可能是由一位基督徒引带咱来做祈祷，甚至咱咪讲，因为我受感动，我嘛伫主的面前，我学习来祈祷，主啊，你真疼我，伫这个世间无任何人亲像你这么这么疼我，这么真捌我，所以我愿意将我性命交伫主你的内面。这就是一个决心的祈祷，这无需要透过别人。当你心内受着圣神的感动，圣神亲自引带你转移来。在上帝面前来祈祷，无需要来透过别人。若是照着圣经教示来过生活这部分，若是咱照着咱家己，我愿意来实践，我愿意要今仔日我要做怎样，我要成做怎样的一位基督徒，我要成做啊，只是啊一个幼员，搁伫这啊这个初，伫这哪亲像婴仔，啊搁需要人饲啊来饲养的一个婴仔呢？还是讲我要成长？我要努力，我开始来变身，我开始要来爬，我开始要来走路，我开始要来跳，我开始家己会当来运作，我家己会当做真济这代志，我无需要别人来帮助我。所以，伫这个过程，人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当哪是哪也哪清楚，咱基督徒这属灵生命这成长同款。何况我地道一直停留伫吼，互人要食奶，啊，食奶是安那？我若枵，我着吵；若无人要关心我，我着当嘛是同遐吵。哦，逐项用吵的这个方式，互人来讲讲，哇，啊，着一二十岁啊，安那搁用这种方式同遐吵呢？你应该照着一二十岁应该有的这个行为，你来行出安尼一个适当的一个甲年龄有相关的这个行为。应该是安尼，所以基督徒的这属灵的这信仰嘛是同款。今日我初初我洗礼，哦，感谢主。然后我伫主的面前，我来哦，我来努力，哦，我来过一个啊，照着主耶稣的教示这生活，我来过生活。好，所以也感谢主，予咱看见，咱看啊，透过基督教，咱所看的这个马太福音，哦，因为了为着咱所看的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这十八节到二十节，在遐咱有看到这个洗礼，这个洗礼至少是一个需要另外的基督徒来替你来完成，还是讲需要伫这受膏抹的这服侍当中，为着咱伫正人甲上帝面前来洗礼，这吼，然后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就是真做见证，真做你今日洗礼，真做一个互相见证的人。所以，予咱共同做来完成这个洗礼。所以，以上予咱看见，这个理由就是拢咧表示洗礼是一个人要成做基督徒的这个过程真重要的一个关键，真重要的一个步。啊，所以愿上帝帮助，予咱看见，伫这第一步，我也清楚，今日我毋是凊彩，今日毋是人鼓舞，今仔日嘛毋是讲毋是人啊，甲我拖来要来洗礼。是我真正上帝面前，主啊，我愿意承认你是我的主啊，你是我的救赎主。好，所以把咱啊大声先来清楚，为什么我要接受这个洗礼？然后第二点，咱也透啊照着这个就是这第三点，过这个生活，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了。第二就是讲用性命来影响性命，咱在。
主要说我用天国的福音要让见人知，不过主要说伊家己也知影，我是无真呢。主要说伊当伊得食肉体了，伊知影真清楚，伊伫这世间减载时间无真长，所以伊就开始找伊的这个学生，吼，然后来训练伊。所以透过三冬外久的时间，一直陪伴伫主耶稣的这个身躯边。所以主耶稣真清楚，今仔日我若要将因来栽培起来，安尼等我离开的时阵，等我搁上天的时阵，因要安怎样来完？要什么人会当替我来完成这个代志？所以咱看见主耶稣就是那亲像家己本身，就是亲像一粒这个麦同款，要种伫这个土内面，然后要结出侪侪个果子。所以然后咱看见主耶稣就是召集这个拣选这十二个学生，正做伊门徒。然后主耶稣就为着这个学生来牺牲，为着这个门徒牺牲，通好乎伊的性命会当因为伊所做一切，然后来跟随来学习。所以这种用牺牲这个性命来去做另外一份的一个牺牲这个性命，所以予咱家己予咱家己死了后的这个性命，会当来感谢，会当来鼓励，会当来祝福其他的这个兄弟姊妹，也予伊也有缘努力要成做主耶稣的学生。当然，这个过程无真简单，咱知连主耶稣来了，连主耶稣也讲真忧愁。连主耶稣也真忧愁，耶稣伊，不过伫这忧愁内面，主耶稣也犹原持续坚持所以咱看见主耶稣伊所做这个一切，伊家己本身来做这个模范，伊家己本身做了，然后伊才来讲，主耶稣毋是先讲，然后才来做。所以也感谢主，如果咱若是要真做一个引带人的人，真正是无简单，爱付出真多这个代价。咱个想说，你平常时伫咱的这个生活中，哇，咱为着个，当然，我若是讲为着家庭，这嘛是一种的付出，一种的付出代价。不过呢，如果若是讲，我的生活我家己过就好，我那得创遐济，别人这是别人，甲我那有啥物关系？我那得用遐济时间，哇，迄个边，我那歹吼用遐尼济时间，甲伊啥物细胞小组，甲伊现化小组，甲伊受装逼，我一个人的这一天的时间，一礼拜时间到底偌济？我那得用遐济时间为着一个甲我性命无关系人。如果若是人甲人诶，这个彼此的这个情绪，咱来讲讲，我甲你也无关系。我到的为什么我得爱付出遐尼侪这个时间？我当用这个时间，我去学别项；我当用这个时间，我较侪休；我当用这时间，我搁去做其他代志；我当用这个时间来做我家己喜欢这代志。为什么？为什么伫这生命内面，我得爱为着你来付出遮尼侪这代志？唔过感谢主，伫咱兄弟姊妹内面，就是侪侪人因有安尼愿意，因为安尼愿意，所以也造就咱也侪侪咱的亲人朋友，因为咱的这个付出受感动，也因为安尼付出，因也感受到咱真正对啊，这个人到我也是亲情，也毋是朋友，这个人到我也是同事的关系，嘛毋是同事的关系，伊为什么？伊是公的吗？伊家己迄个厝的代志遐尼多，伊个人的代志遐尼多，为什么伊要用遐尼多时间来甲我陪伴，要甲我来交做朋友，然后将这个上好的福音要来介绍给我知？为什么因愿意来做遐尼多？这拢是学习主耶稣的信仰。主耶稣用安尼，予咱来学习，用予咱来跟随。所以咱受这受尊敬兄弟姊妹，就是心受感动，所以也感受着讲，哇，主啊！我愿意，不过我知，我要安尼做，当然无法度来甲主耶稣来比拼。不过当咱愿意的时阵，上帝就要来祝福咱这种愿意的心，要祝福咱愿意的心所以愿上帝加添开咱伫咱这愿意的这兄弟姊妹，相信上帝要加添咱开咱。现在拄拄开始的时阵，咱会感觉讲哇，招也招未来，要带也带未来，讲也讲未来，我已经付出遐尼侪时间啦。毋过相信上帝时间，相信上帝时间，
咱福气教会哦，老进德牧师伊嘛捌分享哦，像咱即摆教会也开始第一单，咱来开两期的即个幸福小组。幸福小组，然后我家己也来思考，我检测就讲哦，用咱即摆目前哦，台湾的即平均岁数来讲，那是以我来讲五十岁。 我即个五十岁哦，我即个六十岁哦，我即个六十岁哦，我即个十十十男性哦，大概即摆是大概七十到左右，也要八十哦。我试着到到下当开几遍，三十当当两遍，啊六十哦，哎过一个年，哎，哈哈哈哈哈，哎也是过咧来当迄个跨年哦，先想换份啊，万一来讲先早份啊，两三点来份安尼哦，哎，搁这个吼，六十八，好，别紧，如果本来是前前两当前四遍，我拢引出来啦，别紧，后壁搁遐坐遍的即个机会，我会当引出来啦，所以咱毋通因为第一遍，第二遍当无人来啊，做失志的。 啊！把啊看别人哦，啊引出来，伊伊个伫咧这小组内面，我都要洗礼啊！我迄个佫真欢喜安尼，啊为甚物我拢带袂来？毋通用安尼失志。等咱失志的时阵，这是无必然试探。咱来对上帝较靠信心，主是以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互我后壁我感谢主，我后壁佫有五十六遍，我毋是看这四遍的这失志。 我是看后边，后壁我够五十六遍。如果至少人每一遍，我拢会当引出一个人来话，感谢主。我伫当我要见主的面的时阵，主耶稣讲：啊，好，搁真重要，老婆，哇，歹势，我是甚物会当互主耶稣讲好，搁真重要，老婆。到底我是甚物会当啊来啊用主来交差？啊，所以伫这内面，互咱无地教来失志，互咱带着盼望，也互咱带着信心。 啊，咱感谢主，啊，咱会感觉即个福气，当然，啊，福气教会也是目前啊，咱啊，即个啊，所咧学习的一个对象。当然，因嘛是真谦卑讲，啊，其实因嘛无啥物，啊，只是因嘛是愿意安尼来来跟对主耶稣的教示，因嘛是倒去到伫圣经内面的即个教示，所以因才会安尼来做。啊，所以伫因的幸福小组也感谢主。 伫今年啊，迄个早啊，因的即个啊，水牧师哦，杨启武牧师伫啊，即个 FB 内面也破啊破出来，互阮做伙看。啊，伫今年啊，因的教会啊，安尼啊，两期安尼开落来的即个幸福小组，总共三百到啊三百八十九组的即个幸福小组。然后伫因去年总共设立的即个兄弟姊妹啊，迄个总共是855位。 哦，所以可能咱会想讲，哇，咱的教会卖讲一单，咱教会新时阵会当有达百五十五位，真正来敬拜神。我相信无啥物无可能。伊因为伊可能伫即两三当前，伊嘛敢讲无可能，伊嘛敢无可能。现在伫三四当前，伊嘛敢讲，因的教会伫一单内面可能说咧嘛是一两百个尔，当然对咱来讲一两百个可能哇一单说咧就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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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敬拜主耶稣，还未进入到伫主的殿来追求这个信仰。啊，所以伊若感觉安尼无够格，所以伫过去，因也当然，因毋是拢无咧做代志，无咧传福音，咱看伊一两百个，因佫感觉无够格，所以伊感觉讲应该佫有佫较好个即传福音的方式，所以因就是去认真谦卑来学习即详细的即课程。感觉讲，即上帝互因即感动，透过即详细的课程，会当来帮助因来祝福因的教会。所以当因一开始嘛，要将过去遐来甲放下。哇！如果吼，咱若去因进前的迄个即福音的切入，哇，咱至少嘛一摆。当然，咱无咧看人数，咱咧看伊即个受装逼即个过程，每一人即个愿意传福音的心，拢受起受鼓励起，受鼓励啊！所以对一两百个，然后三四百个，到伫今年安尼650个咧。所以咱看伊现伫即个速度阶段啊，伫即个啊初代教会时阵啊，伫遐毋是记载讲。上帝直接将人数加添予因，可能过去咱咧跳的时阵，哇，直接加添，哪有可能？哪有这种代志啊？我一天，莫讲来吃来洗咧，吃做主要所学生，我一天要认捌一个人，
有时阵我家己种主动的心我嘛无够，哦，这种诶，这个愿力心我嘛无够，卖阁讲，阁引出伊阁来，阁来洗礼，到后这个洗礼人，伊阁愿意来受尊卑，以后伊嘛要来吃做啊小组长，阁要来吃做来传福音的人。哇塞，伫这个中间，我咧看，在伫上帝凡事拢会。所以，伫新的一年开始，我所伫而且，互甲咱互相来鼓励，在伫上帝凡事拢会。好咱伫啊一个新的年第一天的这个开始。无论伫传福音的顶面，也是伫咱的生啊，伫咱的生活顶面，伫咱的工作顶面，伫咱的这学业的这顶面，无论咱伫啊这个人际这关系这顶面，在伫上帝凡事拢会，好，卖互咱家己本身就真做这祝福的一个阻挡，卖互咱家己本身真做这祝福的这阻挡。啊，所以伫这内面，愿上帝加添开咱啊，伫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啊，伫遮也安尼，甲咱祝福讲。我实实甲恁讲，一粒米无落伫地里来死，就有缘一粒哪丁死就必死最最。那么这个死，不是咱咧讲吼，我迄个即啊，我已经八十外岁啊，啊我面对这啊这个肉体的这个死，不是这个死就讲我愿意付上代价，因为我看到你，因为你的灵魂还未得着救，所以我看到我愿意用搁较侪时间来陪伴你。我愿意愿意啊，透过任何即个方式，我就是要来，互你来上巴主耶稣。所以伫这内面来看，这个行动，这个使命，这个愿意心，就若亲像这个马同款。这一粒马，如果若是放伫遮，伊永远就是一粒马啊，对。无法度来成长，无法度来生出来成长，所以无法度来结实真多。所以，愿上帝加添开咱，祝福咱每一兄弟姊妹，互咱看见。主耶稣，伊本身就是用伊性命要来换温度，生命换门徒，互咱也来学习。既然我是咱都是主耶稣的，我们都是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是跟随基督的人。所以我就是来学习主耶稣，就那亲像是师傅，伊毋是老师了了，伊是师傅。所以师傅在教咱的这个部分，是对这个真基础啊，这个基本的，互咱啊对这个啊对这个扫地啊对这啊各方面的这个基本功啊，咱爱来先来训练好，然后我阁甲那亲自来学习我师傅伊到底是做啥物。既然我要来跟对伊，我就教伊的这个话语，教伊所要祝福，教伊要的愿望，咱就照咧来行，咱同心来祈祷。今日我感谢你，伫一个新的年，你安尼对我来讲话，予我也实在是带着极大的信心，予我知，我家己就必须先来学习，主耶稣引带学生的模样。予阮也看到，为着要来带学生，助力本身来牺牲家己，来用你的性命，用你的生活来成做学生的见证，成做学生的模范。主，阮也愿意照安尼来行。现在，阮的哪亲像阮的牺牲的失去阮做这阮家己的自由的时间。刚才那亲像阮的失去甲这个世间来结连的这个机会，不过如果阮若信心有够强的话，阮所看见，主你所为着阮所祝福，你为着阮所陪伴的，诶，其实是大过这一切。所以主，予阮有信心，祝福阮有信心。已经伫这个2017年的时阵，阮就是要用信心来开始来行今年的这个路程。啊，阮也要用信心来跟随主的脚步，照着你每一句的话，阮照实来行，用你的话成做阮生命准绳。感谢你，祝福阮大家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